哎，我这是出现在哪里了？这是我的一个实验基地，你现在是我们的实验品之一，你需要在这个生存里挖到煤矿、铁矿、蓝晶石、孔雀石、钻石这几件物品，然后你可以回家了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成功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给你留了一些资金，祝你好运啊。就这？这也太简单了吧。作为一个生存大神，挖这些东西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啊。看来这外星人的智商也不高啊，还是还给我一堆钱。看来今天我就可以回家了，让我们走出第一步，找矿洞。滚！哎，什么情况？我怎么掉下去了？怎么还没有底儿啊？不对不对，这一定是幻觉，让我再试一次。又掉下去了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生存啊？地面都不能碰，那我怎么挖矿啊？啊，对了，他不是说给我留了点资金吗？让我看看有什么。哦，这些石子儿竟然是银子，还能买这么多东西啊？我是不是买了这些方块放在地上就不会掉下去了？先买木头，再合成木板，把利益做到最大化。先走一走试一试。哎，真的可以，怪不得那个外星人说没有人成功过，这只能一格一格的往上搭，根本下不去，怎么可能挖到那些矿石啊？但是这些都难不倒我。首先第一步，咱们得先建个小房子，把活动范围扩大一些，这样死的时候这个房子就可以当做咱们的骨灰盒了。啊，先盖成这样吧。啊，我现在可没什么心情盖房子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我应该怎么样才能挖到矿石呢？在下等，挺急的。